可怜的美男子快要变成一只小臭虫子。我已经十二点没洗澡了。在干嘛呢？我在构思怎么研究这洗澡。蒋伟决定自己动手修个浴室。我估计奶奶要打你。嗯，你把这个桶钻洞。那要铺的啥都钻快呢？没有，我修桶呢。有病，我靠！你不洗啊？啊，不洗算了。好，我给我自己做的啊。那不是捆草的绳子吗？我操！安静的美男子，从此开始不安静了。瓜娃子，越看你越像嘎子。可以了吗，亲？眼看着这个奇特的浴室诞生了，两位城市大少爷准备如何享用呢？给我，我到了。哇，好爽！呀，那等一下我摸一下香皂。洗澡当时心情很不美丽，因为那些村民都是傻逼，村民跑来看我洗澡，我操！